你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了，还想再来一次啊？谁告诉你的离婚了就是失败了啊？年纪轻轻的，学会给人贴标签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是不允许给别人贴标签，尤其不允许给女性贴标签。哎，看来是真走心了。就我看你们俩那相处模式，喝点酒他就敢上你床，这能靠谱吗？你看人方老师，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。姐，不是我说，你说你干的这行本来就不稳定，再找一个不稳定的，日子得过成什么样啊？